三楼呢是三叶草系列，就是 Adidas Original。这边要跟我们的店长分享一下，就是大家知道 Adidas 其实有三个子品牌。大家有没有知道 Adidas 其实有三个子品牌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。OK， 首先第一个主要的子品牌就是我身上的这个三条线的 Adidas。OK， 这就是 Adidas 的主要品牌 Adidas 本身。第二个品牌呢，就是大家在三楼所看到的，看到这个屏幕上面所展示的三叶草的 logo。OK， 三叶草 logo 是 Adidas Original。那这个东西怎么分别呢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三线的 Adidas 它主要是 Adidas 的运动系列。OK， 所以可以看到说，我们以前这样穿起来非常的运动，就是非常感觉就是很适合跑啊、跳啊、打篮球啊、打羽毛球啊，什么都很棒。OK 吧，就是适合运动用。那三叶草的服饰，那现在走运动主要就是潮流休闲。OK， 所以知道，所以前一阵子超级红的，那例如 NMD 啊，或是 EZ 啊，这些全部都是三叶草系列的鞋款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墙上有一些 NMD 的鞋款，或是 Vigo 啊，或是 Superstar， 就是贝壳鞋。好，女生很喜欢拿来穿搭的单品，这些都是三叶草现在走运动的鞋款。那第三个子品牌在这间店没有，但是大家如果很多有听过可以注意看看，它叫 Adidas Neo NEO。 Neo 呢，它就是主打给年轻人小资族所穿的平价服饰。 OK， 所以如果有经过 Adidas Neo 店想要找 CP 值高的服饰鞋款，也都可以进去逛逛。所以首先呢，就请店长带我们走一走鞋区。好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左半边是男生，右半边